李小泽，玩的挺高兴，学的挺像的啊！站上课，熊孩子讨厌！李小泽，过分了啊！你给我出来！打小不正常，长大当流氓，就你这样的，以后还能干点啥？我可以当演员，就你当演员，去死！帮我把小书包拿出来。好。给哥，我的礼物呢？啊，礼物是吧？有。哎，哎，等，就这？你可别小瞧，这可是我们拍戏的道具。爱要不要？真是。怎么样，阿泽？最近练着不？当然，天。我还没帮老师写字呢，难过，激动。哎，我走了。哥，你去哪儿？北京。阿泽同志，为了革命的胜利，你要继续努力伪装。若有任何风吹草动，以气球为号。是。还看？再见，我打死你！跑！有的人活着，他已经死了。有的人死了，他还活着。有的人骑在人民头上。有的人情愿做。好痛！骑在人民头上。好痛！人民把他摔倒。给人民做牛马吧，痛，群众，痛，把他举得很高，很高。我李小泽，站好了。我告诉你，就像你这样的人，那就不配做社会主义接班人。老师，那不是。闭嘴。我写检讨去，不写完就别来上学了，出去。愣着干什么呀？哟，哭了，刚才不是挺能耐的吗？老师，我哥说我演好了，他就找我去拍戏。就你，拍戏，笑话。行了行了，别在这丢人了，擦干净赶紧回去吧。讨厌。哎，裘老师，裘老师，裘老师，俺家阿泽最近表现咋样啊？你们家阿泽，这叫我怎么说呀？咋？他闯祸了。这孩子，他是不是脑子有点问题啊？老裘，有
有你，写检讨去，不上课甭回来。哎呦，还哭？刚不是挺横的吗？老子就不吃这套。我哭，我那是迷惑你。老子是演员，管得着吗你？我打死你！我打死你！打死你！我打死你！干啥呢？干啥呢你？给我跪下！你知不知道你干了什么？啊！我真要学你哥呀，家里出两个癫子。我让你眼睛硬，眼睛硬。别砸了，我再也不敢了。是不是要死啊你？小子演的还真像，还不是被发现了。那是你哥可是导演。哎，那我就成真的演员了。嗯嗯，一定会的。